天明和周家卫自从有了儿子洪大人，全家游子万事足。洪天明当起称职奶爸，悉心照顾，帮儿子喂奶及换尿片。爷爷洪天宝对孙子更是疼爱有加，无限宠爱，不惜花大手笔豪摆百日宴，只为博孙子开心。宝贝大人长得快，一天一个样，早前还只会脖子上套着游泳圈，露着大脑袋在水里扑腾，如今都能自己站立摆姿势，厉害得不得了。9月24日，洪天明通过微博晒儿子帅气的功夫照，并表示功夫要从小抓起。照片中不足八个月的小家伙在老爸的搀扶下做着踢腿的动作，有模有样的帅气可爱，看样子长大后跟爷爷洪金宝的功夫有的一拼。据悉在宝贝百日宴当天，小家伙已经懂得转身会蜈蚣弹，看来真是遗传爷爷的武打功夫，洪金宝的功夫不会失传了。都说教育要从娃娃抓起，现在就开始训练宝贝，以后大人就要子承爷爷，成为未来的武打明星了。东兴娱乐整理报道。